大家好，去年七月份戴哥发售了真骨雕的迪迦，无论是预定还是出货都足以用腥风血雨来形容。作为第一款奥特曼系列的真骨雕，而且还是人气王的迪迦，可以看得出来戴哥确实是卯足了劲儿。这又是扫描人体，又是用了新材料 TPE 的，但到货结果却翻了个大跟头。想看的同学可以戳我们之前的节目。于是在推出这款强硬型迪迦时，就特意强调这次会更换材质，并且量产时对涂装的涂料也进行了调整。既然这样，一开始就用红色形态作战不就行了吗？售价上呢，则是6500日元，比复合形态贵了500。而这次强力型的看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了做工上。那这期节目呢，就一起来看看强力型迪迦的表现能不能合格。强力型迪迦的外盒理所当然的沿用了复合型的设计，不过作为代理版，可以看到这次强力型外盒在右上角有非常显眼的奥特曼三个字，并且相比复合型，在侧面的标题上也多了这几个字，开盒就是罐体的配置。这强力型的迪迦一眼看上去就感觉特别敦实，接下来第二层这一配件量直接塞满了整个吸塑盒，隔壁复合型都馋哭了。那除开常规的替换手之外，还有迪拉修姆光流的各种造型特效件以及小支架，这一波梦回 ACT 时代。虽然配件非常丰富，但咱们赶紧先来看看主体。强力迪迦第一眼看上去真的是撞了一圈，虽然迪迦形态转换只是改变了下颜色，但在剧中拍摄时，为了体现强力型的力量感，皮套演员由担任复合型和空中型的全能俊辅改为了中村浩二，就是那位奥特二叔。把两个迪迦放在一起，大家更喜欢谁的体型？这次真骨雕强力迪迦也是和之前的复合型一样，找来了皮套演员，以阿叔的体躯和骨骼为基础做出原型，为这款强力迪迦注入灵魂。所以这次不光是躯干部分，甚至就连四肢对比复合型都会粗壮不少，当然也看不到紫色部分的刻线，并且在胸部还能看到这次追加了褶皱的刻画，而头垫部分则是和复合型同模，看不出明显的差异。另外在造型手方面，原本觉得也会沿用复合型的部分手型，但是放到一起对比一下才发现，居然就连握拳手和劈砍手这种重复动作的造型手都是新规。看官网介绍，手型部分也是重新扫描阿叔的数据来进行还原，包括握拳手在内一共附属了6组手型，除开常规的姿势外，这次还给出了一组阿叔的放松手，造型比较独特，甚至可以当成握持手来把玩。基本上这次的强力型除开头和部分关节外，全身都重新开模制作，就是在这种大家都觉得可以换色重涂的产品上，戴哥偏偏就莫名其妙的良心了一回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居然都扫描了阿叔的数据，那岂不是之后的鞋底胖娃和 SV 都能一波整全了，这小算盘拿捏住了。接着还是来说说重点，这一次强力型的胸部、腹部以及胯部依旧是软件材质，看官网给出的信息，这次是只有 ABS 和 PVC 材质，而复合型的软胶则是使用的 TPE。 在质感上，复合型的软胶会有种黏黏的感觉，并且容易沾灰，而强力型 PVC 软胶的则是和身上其他部位触感差不多，不过就手感上来说，没有复合型的 TPE 来的那么的软。要类比的话，应该是比较类似于 SHF 戈尔加的尾巴，虽然这又是换材质又是大缩腰，但实际上在可动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极限弯腰能达到和复合型相近的水平。强烈这一肚子里面其实还是有预留不少空间的，这是传说中的虚胖吗？但是软胶这玩意儿毕竟还是比较脆弱，换回软质 PVC 后到底如何，还是得看看时间的考验。另外还得说说肩膀处的隐处关节，复合型则是使用了一组齿轮关节来加强力度防止回弹，而强力型则是重新用回了球形关节，并且给出了简单的拉伸。这组新关节看似简单，但实际可动效果和复合型的齿轮关节差不了太多，可以轻松做出光线的前摇蓄力姿势。
并且在水平平台时也能获得比复合型更大的范围。不过在摆蓄力姿势时转到背面的话，可以看到强力型的关节会穿帮，比复合型更加的严重。而大臂根柱和胸甲侧面在摆姿势时依旧会亲密接触产生刮蹭。不过针对这里，据说是调整了 PVC 表面的涂料，上手刮了几下，目前来看这样是没有掉漆，但是在把玩途中还是出现了边缘上的磨损掉色，不过不至于会像复合型那么的严重。除开这些银色的漆面外，这一次强力型的红色基本上都是诚信色，好在质感上呢没有显得太焦。另外还得提一下，这次强力型身上几乎看不到明显的水口，比起复合型简单粗暴的水口实在是好太多了。本体咱们就先看到这儿，接下来该说说配件。首先就是蓄力状态的迪拉修姆光流，是一个安装在手上的透明球体，表面的细节刻画比较简单，涂装效果感觉和官图还有一定差距，配件中也附属了没有卡损的手芯。接着就是系数中两个比较大的特效件，其实是需要自己组装到一起的，这个特效件呢比较尖锐，把玩时需要注意了。针对后面的脱尾部分，配件中一共给出了两种，分别是连轴手型和完全发射出去的状态，安装上去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迪拉修姆光流释放状态。而配件中给出的小支架就是用来配合发射出去的特效件，可以撑起来独立摆放。那全部看起来，你们觉得这一次代哥表现如何呢？其实在拿到手之前，我对这款是没有抱太多期望的，毕竟本体和复合型区别不算太大，但实物看起来都是多了不少的意外惊喜。要说的话，个人觉得这次强力迪迦的素质啊，确实比复合型提升了不少，在优化了大部分复合型被诟病的地方后，上手的把玩体验也强了一些。不知道万代啊会不会借此机会稍微改改换个色，再出一版最终化的中层复合型迪迦，或者是直接重新推出一个 2.0 版本的复合型啊，实在是摸不清戴哥的套路。不过如果能保持这次强力型的素质，那即将出货的真骨雕初代应该问题也不会太大。那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来扣播音，等出货了我们就来整一个康康。好啦，这一期的特殊时间就到这里，我是小虾米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